是生活中的一些事情。对，就有这种紫色的花。那走到下面这边拍花，这是 Golden Gate Park， 我好像没来过的，应该是没来过。哦，这个是这种花。Tropics， 所以应该是都是热带的。好像进到森林里面，那植物虽然是热带，可是跟台湾不太一样。鸟叫声音，我看是录音的。应该是录音。嗯。它还没有很大，我来迅速绕一圈。那跟台湾不太一样，那个台湾也没这种花。不错。还有这个花，台湾也是没有。他们的热带森林，不管哪边的热带，比台湾更热带的地方的热带。刚刚我们就是进去那个白色的那个建筑的那个一个植物园里面，热带植物园。Chiyu did not realize that it was an extremely unwise thing to do. The bead started burning. 所以这是塑胶的，它可能里面会不会装灯？冬天晚上的时候就会发亮。它每个塑胶里面可能一个灯吧，那冬晚上一点，晚上，对，晚上就会亮。你仔细看，它现在现在是亮的。
家里面塑胶盒子里面都是一个灯，已经亮了，因为刚刚的太阳是看不出来。那这边树那个阴树荫的有阴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，它会变颜色，绿色，然后等一下会变一个颜色。啊，灯已经亮了，但是也都看得出来。排队，因为在卖冰淇淋啊。想说刚刚那边有卖吃都没人排队，这边又有什么有人排队？因为大家喜欢吃冰淇淋。现在是那个看起来像日本的一个公园里面，那个路口看起来就是 很有日本的我们东方的感觉了。I can help you at the next party. Okay. I like how she's trying to explain everything to me. And the second time, 当然票三十三块，但是因为我们有会员有缴年费，所以进来就不用钱了。I'm sorry.哦，日本的花园呢、啊？哎，果然很东方。进来东右边就有竹子，有竹子就是有东方的感觉了。还有那个楼阁，看起来很像日式的感觉。这个日本花园，在这拍什么？好像东西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，餐厅啊。Welcome to the tea home， 哦，喝喝茶、吃点心的地方。这家茶楼那么多人在排队，哎，那个杜鹃花台湾也有。那个桥堵起来了 ，renovation project， 所以他不让人家走了。老钟在这边结婚。Okay, go ahead.
他们那个是结婚还是 prom？ prom。所以那个不是结婚，那个是高中生的毕业的舞会的之前的那个盛装的拍照。嗯，他们高中生要毕业前有个毕业舞会，然后会照相，那个叫 prom。这拍是些什么？No dancing。